第三十题，日常生活中我们常会用到一些氧化剂或还原剂，有关于这些物质的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晓得维生素 E 它是一个天然的抗氧化剂，所以选项 C 是对的。我们上课讲过，我们一般所采用的漂白水，含氯系列的，像次氯酸钠，含氧系列的过氧化氢，它们都是利用它们的氧化的作用，让东西可以漂白。但是漂白金针菇、竹筷子的二氧化硫却是利用其还原作用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了选项 B 跟选项 C 都是对的，而选项 A 是错的。它错在它不是利用还原作用，而是氧化的作用。所以第三十题问我们说，有关于这些物质的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含氧漂白剂主要成分为过氧化氢，这个是对的。其原理是利用还原作用，这个是错的，是氧化作用来去除粘在白色衣物上其他颜色的物质。